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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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神积木被抢走了。小的生物，只要我想，捏碎你不过是随便的事。这是莲花印，难道是那时候？不，我的力量，这虫米的身体正在崩溃。不行，你是那计划的关键，可不准倒下。融合，一切正常。风神积木的力量绝不只有这样，用不出全力是我的问题。能和虫鸣打平已经够进步了。小扎，有时间失落？我知道，有时间失落不如好好锻炼。我们小扎总算懂事了。也不用这样吧。说回正事，要用出风神积木全力的关键是它，火炼金神。小扎，你一直驾驶的不是真正的火炼金神，而是它的保护壳。你说什么？打个比喻，要是真正的火炼金神是把宝剑，那现在的火炼金神就是封印力量的剑鞘。也就是说，你一直都是拿着剑鞘在战斗。可他为什么要自我封印？火炼金神一旦使用真正的力量，就会产生能量逆流，对驾驶者造成极大负担。为了保护你，灵珠才会将它封印。原来你一直都在保护我。虽然你还无法驾驭，可正因为你不断变强，我才解析出它的情报。这就是真正的火炼金神？没错，它就叫……情况，有情况，截获通讯，读取，读取。为什么是他？他承受不了，把积木给我。等等，别，小扎，给我打飞他！我可不比他弱。对，我已经和那时候不一样。我一定要救出妈妈，为此我必须比谁都强大。我不弱也不能弱，弱者救不了妈妈。我才不会比那家伙。杨天，你的伤好了，这么快清理？对了，你那招动静结合本天才学会了，可以后对练输了可别拿这当借口。输，就凭你？我可不会一直弱下去。江鱼说了。说什么？说我比你弱吗？听着，我不需要你救，我一个人也能解决。什么？我还真羡慕你。没有半点觉悟，只是碰巧被灵珠选中，就能得到风神积木的力量。你平常一定都在偷着乐吧？杨天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。
总之，我绝不比李小扎弱。江云，队长。杨天习惯独自承担，他单独行动，宁愿用腹语伪装小笑说话，也从不表达内心想法。对他来说，我们是队友，却不是朋友。小扎，我还以为你不一样，可惜是我错了。我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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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人，主人，截获加密通讯。虫柄受伤，急需补充能量，这是解决他的好机会。收到，通知大家。不，雷鸟精神在修理，李小扎只会碍事，我一个人去。等着瞧，我才不会输给那家伙。等等，哎，这咋办咋办？不够，还不够，师姐，我还要更高更强的力量。放心，冲兵大人，我已经让附近基地准备了能量积木，很快我们就……你们哪儿也别想去，这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我的战车！是你，余姓都算不上的东西。给我闭嘴！天眼之神，招来！虫柄大人，您的能量只剩平常的五分之一了。够了，黑龙之神！吓死我了！把那红色的家伙喊来，这样我就让你消失得轻松点。闭嘴！和你战斗的人是我。银弹，金光。双羽弹幕，天真，正好给大人补补能量。这点能量，连我万分之一都不如。可恶，别小看我，竟然还主动送能量。虫柄，你能吸收的能量，那也一定有上限。看我，惩罚你！区区龙体，你的力量，你的愤怒，弱者的一切都是毫无意义。等会儿，这小子的攻击不对劲，这是陷阱。什么？你以为我什么对策都没准备就来战斗吗？把攻击当幌子，冰冻才是目的嘛。冲柄，你的能量系统已经被冻住，吸收能量彻底失败，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你笑什么？我之所以用那些能力，只是因为你们不配我动手。黑龙刀。我已经玩腻了。你的江鱼，抱歉。三头八臂，火莲金身。那是什么？
重平，不过变了点样子，那又怎么样？生系统被能量逆流彻底烧毁了，那怎么办？走吧，我们离开荒漠之星。离开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前往宇宙群岛，制造出仿生体灵珠的太乙博士就在群岛中的电玩岛，现在只有他才有办法拯救李小扎。